你看过了。中文配音，对啊，这游戏中文配音啊，你那么惊讶、啊。其实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也很惊讶、啊。啊，我是习惯了啦。啊，你们刚来不习惯。这地方仍然屹立不摇，真神奇。你们不习惯正常的。我也花了一阵子的时间去习惯，听久了就习惯了。不要又溺死啦！完蛋了，情况不妙。哦，还好得救了。嗯？这里什么都没有哎。给你们看美臀不错吧？有美臀可以看呢。地热山谷，哇，这边好累格，太高画质了，高清。我现在帧数掉到30张了，我来看一下，不是这个，影像，哇，阴影品质我们可以调高吗？我快不行了。会不会好一点？哦，有了，降了一下阴影品质，顺多了，顺多了。秘境探险的男主什么时候来客串？搞不好有可能也说不定哦，因为这两个世界观其实应该蛮搭得上的啊，我个人认为。啊，不过呢，哪天突然来一个战神客串，我也觉得不意外啊。啊，战神利用了命运三女神，啊，回到了未来，跑到了未来，遇见了罗拉与那个德瑞克，展开了秘境探险之旅。哦，显卡变飞弹了。这地形就是说场景里面最吃资源的，我是观音影好了。哦，是那个什么？我不是圣三一，蒙古人啊，他们凭什么要相信你？他们蒙古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的族人一起逃出来，他叫做雅各。他在哪里？我们原本在一起，后来在矿坑分散了。他杀了他。不，我没有。雅各绝对不会信任外来者。听着，我真的不是你的敌人。我警告过你，你当时就该离开。索菲亚，你看，够了，我就知道。父亲，我就知道。哦，原来是他，他的爸爸。我还以为你。原来是老爸。逃出来了，请原谅索菲亚，他比较怕生。我要是他也会做一样的事。你发现什么？马上来还场子就对了。要是我会做一样的事情。他是朋友，听我命令，谁都不准伤害他。他是我要追的，谁都不准碰他。我们应该很接近失落之城了。来吧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准备好武器跟弹药，并驻守防御设施，快去。声音好稚嫩哦，但是是胡子大叔的声音发出来的。但我们的人不够，老弱妇孺是承受不起攻击的。去吧，快把他们带到地下墓穴。我觉得雅各应该要由我来配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太惊人了，怎么选这么稚嫩的声音来配雅各的声音呢？哇！我吓我一跳，点火、啊！把战士集结起来，再到村子上。把战士集结起来，请你别又忽然消失。有很多事得做。有很多事得做。
哇，那声音应该要我配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。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。喂，我卡住了。嗯，视讯有点卡，各种卡，快不行了。为什么苏菲亚的配音怪怪的？讲到苏菲亚，我突然想到护垫怎么办？苏菲亚，让你睡得安稳。无线电设施启动发电机，我们要发出最后一则讯息，让其他聚落知道即将发生的事。我将尽力而为，你们两个，我在。我们可以传送了。我们先回去解那个。哇，我们走这么远了。回去解这个任务啊！回头解任务时间，当初只要跳这边就可以解完支线任务了。我现在要重跑一次，真麻烦。找到了，我正在混合原料。有关于巡逻员的消息吗？刚收到另一则讯息，他们正在移动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糟糕，他们正朝着你的方向前进。哎、欸，可以从他们旁边偷偷溜过，但可能来不及了。罗拉，抱歉。罗拉，抱歉。没关系。嘿嘿嘿嘿。来啊。哎呀，都不见了。不见了。Hello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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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d。期待。如果有效，我会制作一份，然后去和你会合。到那里后再跟你说结果。要回去了。给他紧绷了这么久了。只够做两份，我得谨慎使用。好，我喝了。好了，我对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。纳迪亚，解药有效。一切看起来不能说是正常，但至少跟上次不同。太好了，我也帮自己做了一份解药，而且够外公服用。如果我们找得到他，我现在去和你会合。哦，和我会合，太赞喽！哦，这边稻草人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变稻草人了。原本是很恐怖的骷髅头，全部变稻草人。那我们应该可以找到那个巫婆的原型。在古拉格劳动营工。哦，古拉格劳动营，瑟菲拉玛第一次相遇的情形，完全没有兴趣，我要走了。嗯？哎、欸，什么也没有，这里是座森林，但上次的感觉好真实。勤学者，哦，这是圣三一，全都大错特错，跟丢。他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东西。装备，上次路过时可能没有看到。耶，该捡了，不能捡。但是没有尸体，也许他们还在这里活得好好的。那我就让他们变成尸体。罗拉，你应该要这样子有趣幽默的回答、啊，但是没有看见尸体。不过呢，他们差不多就要变成尸体了。然后掏出那把复合弓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很帅啊！都没补这句话，太可惜了。罗拉要狠一点啊！不能捡。
各种月月的死亡。我们决定要等到冬天过去，我们私藏补给品，绘制地图。哦，他们要逃脱就被逮到了。老头会放精华吗？还是一刀未剪？原来是狼，基本上会。地上有油脂，剪段落。剪段落，我会剪段落，就是把它剪得稍微顺一点，有一些不必要的部分会把它剪掉，然后但是长度是一个小时。还是你们要看半小时的？你们要看半小时也是可以啦，啊，只是会变成说好多集，二三十集跑不掉吧？你们要浓缩到半小时还是一小时一集啊？我是都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第一座遗迹，它看起来不像是神庙，反而像是具有某种功能。我看到绳索跟木质装备。变暗了，变暗了。花粉使他们陷入疯狂，然后他们便现出了真面目。开拓者在山谷里建造许多缆车，用在山与山之间的移动或运送补给品。不过那些装置早已破烂不堪。你看到的一定是缆车，试试看能不能到达顶端。我马上就到。我现在在溪谷里，等他学会再告诉你。这个拉的好没意义哦。我可以跳到上面吗？烤乳猪。烤乳猪出现，烤乳猪了。然后放开，感觉来不及欸，这样不对，没护。我到这边他就停下来啦。不行不行，哦，等一下哦，这是有可能的哦，从这边爬上去。哎，怎么不行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已经是没抓好，我已经是没抓好。啊，为什么要滑下来呢？我是要往上爬、啊。对啊，他这个就是要你去爬，但是为什么他滑下来直接就松手了嘞？我哪里按错了、啊？要睡觉吗？这绳索有次数吗？没有，这绳索没有次数限制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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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然后我们只要从那边跳过去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最后快跑！有了，三至五步迅速快跑。有上来了。纳迪亚，我到顶端了。我快到了，就在你的后头。我没来之前，你不要自己行动。啊，这个又是干嘛？这边有一根柱子，扯一下。哦，大鸟出现了。哇，你看，女巫让缆车保持运作这么多年，她好像还做了一些改良，但是我不认为那些绳索还经得起使用，只要能再用一次就够了。
哇，这个 DLC 剧情好长啊！事情结束之后，我要回来。这进度赶得很快哦，还蛮快的吧？我觉得。不过感觉好像连50%都不到哎。穿越溪谷。试试看拉动平台上的拉杆，或许能让我们移动。平台上的拉杆，哪里有平台上的拉杆啊？所以这个有了有了，动了动了动了。哦，有啊，上来了。啊死！你说的女巫很聪明。溪谷的一切都是为了符合巴巴雅嘎传说而精心设置的。巴巴雅嘎，接着就是等花粉发挥功效。我上次看到升降机时，它长得可不是这样。你看到什么？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用巨大鸟类双脚行走的房屋，但没有了花粉，就只是老旧的装置。抱歉，我经常这么相信外公的故事。他是恶国人，对于传说相当熟悉。纳迪亚，你的外公很可能知道他是谁。你说过他曾经是古拉格劳动营的囚犯。你说过曾经是。是这样的，外公是名守卫，我的外婆才是囚犯，他是一名杰出。连续重复两次，这个翻译好笑。溪谷研究遗迹里的东西，但接着女巫就出现了。外公一直不肯原谅自己，杀了女巫也无法换回他的性命，但这些我都懂。希望我们能及时找到他。我觉得这个配音员是照着稿子念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不管说这配音顺不顺啊，就照稿念就对了。照稿念就对了。我们到了。对啊，念课文啊，他也不管就是顺不顺口啊，反正我就领钱办事那种感觉啊。纳迪亚，快来！哦，阿公，不，纳迪亚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花粉的效果，吞下这个吧。外公，听得到吗？我尽力了，我救不了他，我尽力了。嘘，已经没事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是时候了，你现在只剩下一份解药，小心使用。配角讲话不会开嘴的、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那配角嘴话讲话这样子啊？原来是心电感应啊，我还以为是有做的、欸、哦，心电感应很强。他们把我和其他恶国。太棒了。大幅减少敌人近战的伤害。哦，这个不错。肾上腺素顺利暗杀完之后，短时间内抵抗敌人的伤害。增加伤害就对了。哦，精通。闪避反击时在完美时机按下 F。其实我到现在还没用到这鬼东西、欸。哦，这个好了。又可以升什么？箭袋容量提升，火枪。哦，太棒啦！我们终于可以升这个啦，强化手把。哇，感觉更强悍了。好啦，感觉这一波快结束了。随便配的不认真这样。
定就在里面，总算到了。有的是有死人，是他。他会击垮并重塑他们的意志，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仆。哦天哪，他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我子弹超满的、欸。哦哦，吓我一跳！这样子回不去了。哇！头好晕，不，我需要最后的解药。我需要最后的解药。我们又产生幻觉了，死定了。药效结束。这是最后一份了。啊！可恶！啊！可恶！完了。解药爆了，哇！快点用你的舌头舔，让它还没有下去之前，哇！幻觉产生，哦！来唱歌吗？他们一样服侍我。啦啦啦！国耶罗嘎，国耶嘎贝，击败巫女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我靠！一下就爆了。我来看到怎么解决。啊，这好像拉不到。啊，我知道怎么打，我知道怎么打了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干，没中。你给我过来，你这个小坏蛋。Yeah。哎、欸，还没成功哦，够几败？我们可以拉很多次哦。哇，这里没了。另外一边。给我乖乖过来。哇哇哇哇！第二回合，水位在升高吗？我要怎么走、啊？去哪里啊？去前面那边。哦，上来了，就这里。等一下，子弹。下一波 BOSS 战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要怎么上去？这里。喂！过来！
叠箱起来，我快成功了。哇，居然还没解决啊！到底要站多少轮啊？不是这里啊！我怎么掉下来了 ？Oh my god！ 突然想起秘境探险。这边吗？不对啊，我来这里要干嘛？开枪。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哦。哇，这怎么麻烦啦、啊？等下那个地方我要怎么过去？啊靠腰嘞！女巫念累了，我也觉得她念累了，她懒得念了，有没有？懒得念了。哦，终于找到了，就这里。然后呢？你做得到的，要保持专注。哇，这么酷啊！啊，有人过来了。喂，有了，这次应该会成功。哎呀，洗吧，洗吧，洗吧，给我过来！你敢割？你再割啊！来啊！终于，还没啊！罗拉，罗拉，你听得到啊？闭嘴！我现在超忙的。罗拉，他就是他，女巫就是我的外婆，她还活着。啊，外婆？你不能，但是我们可以跟她沟通。女巫就是外婆。纳迪亚，我会尽力，我必须结束这一切。女巫就是外婆。一切揭晓了。不对啊，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啊。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完全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啊，我都要跳回原本的地方。哦，原来是还有上面那一层在旋转啊。对啊，走这里。不要再射啦，实在小。
就这边，就这边。哇！哇你嘞！太早跳了，原来是外公外遇，外婆发飙，对，扫到台风尾这样子，我们要稍微等一下了。这个草拿来卖，应该大家都不会吸毒了，这个也是毒品的一种吧，我觉得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这种草拿来卖，大家就不会吸毒了，大家都会吸这个毒。这就跟那种人口贩卖有没有？然后什么吸毒控制一些援交妹这样子，一样的是一样的操作手法、啊，一样的操作手法、啊。来喽！哇，好险！我也没跳过去。哦，上来了！人得了得！哎，居然没勾到！来吧！不让你切了，那结束。哦，这个打有点久，第一次打不知道怎么打，第一次打不知道怎么打。这剧情一定是看过台湾八连档写出来的。Holy crap！ 快住手！我知道你是谁。我可以想象你经历过什么才能生存下来。结束了。你根本什么也不懂。你根本什么也不懂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不需要再过这样的生活。被拿到面具啊！瑟菲玛，你到底？但是你死了。他们告诉我你已经死了，他会没事吗？不知道，不管是对谁都说来话长。家庭真不简单。我懂，我很懂。罗拉，谢谢你。好久没有来一炮了，他们回去应该来一炮吧，我觉得。终于结束了，天哪、啊！害怕到要死，一定是外遇。然后获得新装备了。哦，我们学到花粉剑矢，可以让我们产生幻觉，赞哦！七魂造型，哎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看看啊？你看这样子感觉，嗯，还行啊，就穿这个胸部变小啦、啊，很烫哦。决定这一套了。哇，好帅啊，还蛮正的。